不允许，狗打你，即时拉过奇怪弹弓险崖，忠告木能阻止你前来送死亡。小啰嗦死亡，死亡！如果是拉二，除咗开发者，岂能让你活到今天？死亡，即我右边嗰个死亡，我说过不要叫我死亡，叫我万能的长王。哦，想，有点像系谐音，有啲谐音。哦，万能嘅长王被叫错名，亦激怒，战斗提供250%。万能长王，受死啦！等一下，游戏已经开始，游戏已经开始咗系嘛？游戏开始咗要打系嘛？ 攻击定系防守嘅攻击啦，我吉，万力仲1.伤害，哦，本身一击造成5536嘅伤害，死咗，依家恐龙出现咗，世界线狗蛋儿，猫蛋儿，发生咩事？吓，即系游戏已经开始咗啦，即系游戏开始咗咯，系咪要揿佢啊？佢提升咗200%喎，我点样呢个游戏？ 冇咁简单嘅，应该要做啲嘢先可以打到佢。跳过罪章，<笑>好贱啦、啊！跳过罪章就会令旁人以为你智商过低，连罪章打不过去。哦，好生气喎！呢个我应该点做咧？防守攻击同时 ，OK， 防御大幅提升，<笑>大人的爱造成214783647。 即系点啊？铁蛋儿又嚟啊！究竟呢个游戏系咪真系用我逼住我跳过呢个罪章啊？好嬲嚟噶！诶，提示我有，头先我冇啲招噶喎。哦，偷袭咗1000，咁赢咗啦。维持咗世界正常秩序嘅长之意识被初手用者铁蛋儿毁灭了，史称第三次冲击。喂，呢个 E for Ever 嘅梗嚟喎，Ever梗嚟喎，世界线铁蛋儿毁灭了。<笑> 正常咯，大冒险，正在从生生成冒险。你现在是250号玩家，处于由于毁灭的世界过多，只为大冒险系统1.0，取得难度，你获得本月老残之助1000蚊。你嘅，我一直知道啦。咁我哋咧，终于都开始呢个正常大冒险啦。估唔到呢个大冒险一开始已经俾咗好大嘅惊喜。系啦，如果数说翻起奇怪大冒险咧，影响一年前连载嘅作品嚟，应该是非常之受到。 万民嘅推崇啦，亦都因为奇怪大冒险我哋开始咗实况嘅生涯。当然嚟到呢个正常的大冒险第2集啦，我点会放过去？系咪先？去 background 嗰时都一样。OK， 其实有人问我点解唔连载翻奇怪大冒险最尾嗰2个 chapter， 因为我试过嘅，真系唔得，所以就冇玩啦。因为佢会弹力，所以玩唔到，所以就冒险呢程。 为了让者难度看起比较正常，看起喜欢嘅角主角名，红霸天、暴惊图、伟大狗、九成二，佢冇都唔够钱，诶<笑>、欸，吓、欸，诶、欸，不服，诶、欸，哦。 成就，因为佢头先佢系1000蚊，唔系100万。不愧是 Frank Craig 的玩家，继续旅程，进入新城比较正常的世界。佢个loading系咪全部都变成咁啊？全部 loading 咯。巨大王成功生成一条狗。好啦，喂，今集新手村好唔同喎，吓、啊，唔错啊。喂，不服，嚟啊！ 好啦，解除成就，耶！我觉得呢队硬有啲嘢，点解？咦，吓我唔到咧，60level。<笑>你好，九成，欢迎来到正常的大冒险。九成level1，依靠者游戏嘅尿性感觉，贸易开口作死嘅样子。哼，耶！我还是不会说什么的。 寄生兽村为全服嘅秩序，愚蠢嘅开发者，特地保护等受高等级玩家欺负，吓咁好，<笑>死咗<了>，<笑>哇死咗咯，咁点啊？杀小号啊！
我也生气了，我要生气了。哎，喂，呢条友系死啊！哇，所以今集比上一集仲要清晰好多啊，佢会多咗啲剧情啦，系更加令人想讲粗口啊！过嚟啊，粉肠！我仔 ，is great， 带咗魔王，魔王点搞啊？魔王走咗，系咪可以再近把枪出嚟攻击？多数都系死咁嘅，一点伤害，喂，诶，可以喺唔使重头嚟。我可以点啊？我冇得叫个 NPC 起身帮我打，我应该点做？上一页，嗨，点解咁啊？防守试下啦，都系死噶啦，九成逃跑，中你。传说中的九成大人，他就死了。好，赢了，终于都装傻者是如果干的干的好就叫大智若愚。咩嘢啊？哦，欢迎九成大人回归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喂太过分了，我不哭，你干个搞走富 IQ 喎，又解除成就啦。其實我為咗解除成就先至咁嘅，大家唔好以為我真係輸嘅。點會？冇可能。呢個肯定有啲嘢啊！避開，完美避開。打敗 DC 大魔王，成為本服熱門人物，感受到大家熱情。可以理解乜嘢什麼叫熱情嘅。這次 DC 大魔王來襲，好多虧要你。其實我以前一直是個勇者，直到我老中咗一箭。不虧我，你啲六十 level 嘅 NPC 就太廢。到此為止，你可能還不知道這一切緣起。國王陛下已經將城堡一切在城堡等你，告訴我一切。好，出發。所以我成功過咗兩個 chapter 關卡選擇。咦？哦，喂，唔可以咁樣嘅喎。I'm sorry 啊，頭先我一開始。最追嗰度原來係三關嚟噶 ，fit 咗俾佢，好舊。好啦，咁我哋繼續去到新手村國王的附足跡啦。冇可能，呢度肯定有啲嘢嘅，我唔相信，冇可能嘅。卑鄙。好崩潰啊！我估唔到玩完奇怪大冒險，我再玩翻呢一個咧，竟然仲有啲嘢可以留難到我，我覺得真係點啊！哦，要快，會唔會係咁咧？哦，等佢落翻去，我天才，我真係天才！What the?
竟然佢嘅层次比奇怪大冒险高出几倍，我真系估唔到。哇！喂，上音我，嘿嘿。重新嚟过啊！太卑鄙啦呢个游戏。好狗啊！呢个唔会跟，唔会带住行，唔会再失败，我哋要成功。五百拉 Q， 我屈得，我冇开麦添。呢度唔紧要，呢个镜头有收声嘅。我竟然会犯呢低级，我没有开麦克风。真的？是的。对，这个可以用。哎，没有用。哎，佢边位度开始过？我们不加埋咁肯定嘅笑声得唔得？咁我点过啊？究竟？我应该点做啊？有冇话俾我知应该点做？What can I do？ 咁我点做啊？我卡关啦！哦，用手揿就得噶啦。九成，我总算等到你呢个龟柴，龟柴国王硬系要搞咁多嘢。早俾样知道你是故意，想俾套 DC 大魔王指示我用来选拔勇者嘅工具，而你打败咗大魔王，无疑你系当中表表姐。蛇精病，蛇精病哦！国王我的女儿碧琪公主身陷魔忽。传说 X 月 X 日，最后勇者现身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之前发出勇者创你牺牲，希望包喺你身上。这激情，感在没诚意点，也罢，聊胜于无。一想到美貌公主正登上荧光，心里真有点小激动。喂，点解我觉得咧玩呢个游戏咧，好似玩紧万万未想到嘅感觉？佢里面嗰啲好多 get 都系歌嚟咁样。虽然我不知道点样打败魔王，但系上一次勇者猫城在临死之前拼老命要留下呢本笔记，也许对你有帮助。看来不接受冇办法，我得个本猫城的笔记。付七百五十 IQ， 多谢晒。重播，竟然有重播系统，会唔会太好玩啊？佢一直见到啲人系咁死，好搞笑啊！重播系统，不过唔会同大家播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呢条片就到呢度先啦。我哋听日继续正常的大冒险，拜拜，笑解。喂，如果大家喜欢的影片，欢迎大家 like 和 share， 下面还有两条热门影片，大家快点 click 进去看看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记得要订阅我，再见啦，拜拜。